evening. Welcome to our Zoom Wednesday service. And let us pray that this will not go on too long,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worship back in the sanctuary.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on with the 10th study in the book of Romans. And we are entering into chapter 5. 这是第十课，我们会谈到罗马书第五章。那今天我们学习到信心的原则。所以让我们来先读今天的主要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至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至十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熟，老熟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人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阿们。就如刚才我说的，上次我们学到我们罪人如何变成义人，这是通过我们的信心称义，我们把耶稣接受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而他就会给我们证实。这并不是我本身的证实，也不是我们所做的事实我们证实，而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得被称为证实。所以今天使徒保罗他带领我们来到罗马书第五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怎么说呢？当然罗马书每一章经文都很重要，可是第五章对我们说，对我们解释真正的信心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来问自己，我有真正的信心吗？我们真的能够享受我们的信心生活吗？还是我们觉得我们信心生活只是受苦受难而已？那你在你的信心生活中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喜悦？你的信心到底又是为了些什么呢？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呢？那你因为信心而被称义，而称义之后又能得到什么呢？你能得到平安。第一节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与神相合之后，我们再也不会受审判。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和
一个朋友还是一个亲人吵架，那你吵架之后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尴尬，那你会记得说、你们吵架的时候什么、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呢你们互相道歉，你们和好，这样一来你们就不会再觉得、尴尬，而你们会很舒服，很和平。所以如果我们不与神和好，我们就不能够寻找到这天国的平安了。那耶稣说，耶稣他变身、他复活变身之后，他对他的门徒说，我要给你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的平安，只有我能够给你这个平安。这个平安呢，只是当我们与耶稣与神和好才能得到的平安。所以让我们你我可以在今天体验到这种平安。你要记得，这是耶稣在十字架死后才给了我们的这个平安，而到最后他是和平之君。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因信仰而欣喜，因信仰而欣喜，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平安，我们要有他的恩惠。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来信耶稣，他已经给了我们机会站在他的恩典中。那有这个恩典，表示我们就再也不会受到审判。我们站在他的恩典中，而在他的恩典中，罪不能够再来烦我们。只要有这个恩，我们就能够，对，我们就能够盼望神的天国，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能够在神的恩惠中，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特权。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恩惠中，我们来屹立保持这个恩，让我们、一定要常常、吃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圣灵，不要失去这个恩。如果你觉得自己有问题，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信心有问题，你失去了神的恩惠，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来、恢复那个恩惠。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刚才我们说到是因信仰而欣喜，对吗？那身为信徒，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有什么目标？目标就是要得神的恩，得神的荣耀。因为这是天父答应我们的，他说当我们进入他的天国，我们就能够得这个荣耀。好像一棵树，那树，对不起，树木还是植物呢？他们会长像什么？长像啊、这个。
他们会长像太阳。那有神的信神的人民，他们的生命呢，有一个，他们的生活是有目标的，而他们常会什么？每天他们会迈向这个目标，他们会有感恩。他们会荣耀，荣耀。他们会在信心中得到欣喜，他们也会荣耀主。那他们不只是在快乐的事上荣耀主，就连在不开心的事上，他们也会荣耀主。当然，如果你在想说我们是想到神的荣耀，我们当然是能够欢欢喜喜。可是，在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这是不简单的，对吗？当然，我们在开心遇到开心的事哈，快乐的事，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可是圣经对我们说，就连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那在患难中心也欢欢喜喜。这个欢欢喜喜呢，在希腊文是Kakomai， 就是得胜利，就是能够夸，就是所以不只是欢喜而已，他的意思是能够欢喜，你能够夸口，也能够得胜，就是说呢，你能显出非常好高的这个自信。这表示说，就算我们是受到了患难，你要有这个自信，天父与你同在，天父会帮助你，而你能够为天父，好像你还可以称颂，还可以夸口说我们的神是好的，我们的神是最强的。他们站立在天父的恩惠中，当我们能够有这个恩惠在我们的眼中，当神给我们眼看到看到我们自己还看不到的未来时，当神让我们看得到他所安排好的未来，就连我们遇到这个患难，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还有呢，另外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因为我们知道说患难生忍耐，所以我们能够在患难中欢欢喜喜。对，所以圣经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欢欢喜喜啦。那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如果你是一个兵士，就连你是一个要大考的学生，他们都明白到，如果自己忍耐，自己常常训练，他们就能够有好的成绩。同样的，
我们呢也通过这些患难来明白到啊，患难需要让我们可以生忍耐，所以我们也可以欢欢喜喜，因为这些患难这是训练，是训练啊，神给我们经历这些训练，让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天国。而我们能够有希望，忍耐和希望能够耐到底，忍耐到底。那那些已经经历了这一切的人，他们可以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今天我要问大家，你的信心是多大？你觉得说你在寻找的信心是哦，非常顺顺利利，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任何的这个患难的吗？还是你觉得说自己的信心已经加以成熟，就算遇到患难你也能够非常的欢喜？神的爱通过圣灵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我们通过圣灵也体验到神这个非常宝贵的爱。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不经历苦难，有些人他们遇到了困难，他们问到了问题，可能是在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就连在我们的总教会等等，他们可能会遇到非常大的这个患难。可是你知道吗，他们的信心，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存活，他们继续。但是我看到他们，我觉得非常尊敬他们。为什么？因为我想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这种信心，整个世界都已经这么乱，还是家庭的问题烦恼这么乱，还是孩子还是身躯有病，他们仍然可以保住他们的信心。有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必须通过患难才能够显出来，就好像一个士兵，一个士兵必须要遇到真正的打仗，真正的战争，才能够看得出这个士兵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有没有训练的好好的，对吗？同样的一个运动员，必须要等到很大的一个比赛，好像奥林匹克，才能够显出他的训练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今天让我们问自己，我的信心是真的吗？打个比喻，因为我们知道说日后反基督的他会在这个世界上控制人，而所有不肯跟随敌基督的人，他们不能够工作，他们可能会被他们的公司赶出来，他们可能会被他们家人赶出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还可以保守着自己信心吗？那当我们遇到了患难时，我们能够保守这一切的信心，我们能够得以胜利吗？他说有一个日本作者 Shishaku Endo， 他写了这本书，也有拍成一部电影，而这个电影的名
是是啊，墨镜。这部电影是说什么呢？说到了古时，两个传道师，他们进入日本去传道，而他们进去，他们去到这些小小的村庄，日本，郊外的村庄，去那边传耶稣。而那些人本来是领受了耶稣，可是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相信耶稣就会被许多其他的日本人逼迫陷害。然后呢，其中一个传道师他就背叛了自己的人，他出卖了所有的基督教徒，而这些基督教徒他们就被抓来被他们不只是被抓，他们被抓被折磨被杀。那为什么这部电影他的书还有这部电影的题目的名字是叫做墨镜呢？因为他们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信徒被杀被折磨，为什么神并没有做任何东西来救他们？那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受折磨才肯才醒悟到神的存在吗？那有些人他们会问，神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神会让人在这个世上受苦？为什么神会让信徒受苦等等？那我们要知道，就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所写的，就连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但以理先知的三个朋友，他们被丢进火炉的时候，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神会救我们，然后他们对那个王说，就算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跪拜你所立的那个金像。因为当时他立了一个金偶像要叫他们拜，他们不肯拜。那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得救，可是呢，在真正的历史中有许多信徒，他们真的成了烈士，他们真的因为呢信耶稣所以成了烈士，他们被砍头，他们被吊十字架，他们被折磨。那为什么神会肃静？为什么神怎么都不说呢？真正的奇迹在哪里？你从哪里会知道神是活着的呢？不是因为神显了神迹救这些人，而真正的神迹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多么的大，就连神不救他们，他们仍然保守着信心。就算是面对死亡，他们也不管，他们也不怕。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忍耐，我们一定要证明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格的信心。他们能够通过信心得到胜利。他说我要和你们分享韩国有一个诗家，他是写诗的这个女的Song Myung-hee， 她是做写诗的，她很出名。She had a cerebral palsy, paralysis in the brain, so she. 她后来呢，她有这个病，这个病是叫做脑瘫。脑瘫表示她不可以动，她。连说话也不可以说，他要写，他的手也震，他也不可以写。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病呢？是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那个医生
他犯了、那个医生出了错，医生的错误使到他的脑受了伤。他的家很贫穷，他不是日后才变成这样的，他是出世就这样，所以他们很贫穷，他不大会说话，也不大可以走。他的成长也非常的慢。那他的父母就带着他去求医，求了很多医生，可是没有人可以医他。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成长的过程是充满了这个、悲伤和沮丧。1979年他去教会参加了一个礼拜，他在那个时候17岁，他与神会面，而他开始学圣经，学神的话语，他也开始祈祷。当然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仍然非常苦，他也是会有忧郁，也是会有这个他的心还是会有忧郁，对吗？还是会很沮丧，因为其他他的年龄的人都能够做很多东西，可是他不可以。所以有一天他就祈祷，他祈求，他就对神埋怨说，为什么你要使我做这样的一个废人，什么都不能做。就在那个时候呢，他觉得说神感动了他，让他写出这篇诗。他写说，就算我没有钱财，没有知识，没有别人的健康，神是公平的，神是正直的。本来神要叫他写下这些，可是他不肯。他在心里面一直对神说，神你不公平，你不公平。可是神一直感动他，所以没有办法，他就开始把这些字写下来。他写，就算我没有保障，我没有钱财，没有知识，没有健康，我有别人没的，我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我听得到别人听不到的东西，我得的爱是别人没得的，我明白别人没有明白到的，就是我的神是公平的，我的神是正直的，我没有其他人有的，可是我的神是公平的，是正直的，他让我得到其他人没有的东西。他说现在呢要开这首歌来给大家听一遍，然后我才结束今天的这个祷。To this song, and I will conclude the message for today. What? I'm not. I'm not. I'm not.来写诗给神。这就是他所写的那首歌。虽然我没有任何钱财保障，我没有别人有的知识，我也没有别人有的健康，可是我拥有其他人没有的。他想不到神是公平的，神是正直的。这个是韩国的。
那他所写的这首歌诗呢，后来便改成一首歌，而很多基督教徒，在韩国的基督教徒都晓得这首歌，而在韩国教会啦、学校啦、孤儿院呢，所有不同地方，他们都邀请他去做见证，啊，去那里与他们分享神的话语。后来他就变成好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他本来以为他的生命是什么都做不了，他觉得生命不公平，可是呢后来神利用他能够做这些工。而美国有个医生，美国来医生来帮助他，后来美国的医生来帮助他说要帮他医这个病，可是他说没关系，因为神造我这样，我感恩，我满足。当然直到今天，他仍然生活必须要挣扎，可是这是他的见证，神是公平的。那在这么多人当中，你看到他对吗？刚才在视频中，他能够说神是公平的，我们凭什么说神不公平呢？那今天的主要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使徒保罗说到了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就站立在神的恩典，就是明白我们的神的心，通过一切的苦难，神的恩惠来到我们身上。使徒保罗说，这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宝血所给我们的证据。耶稣基督宝血，希望他这个有力、强大有力的宝血能够来触摸到你的生命，也能够通过你触摸到许多人的生命。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有信心，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了信心，信心还有荣耀，而到最后我们能够参与他的荣耀，而希望这是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见证。让我们去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考虑到这个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很懦弱，我们每次埋怨，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成真，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你，希望能够在一切的这个患难上，我们能够使你喜悦，让我们得到真正的信心，让我们得到你的爱，让我们通过圣灵得到你的爱。
天父，请你与现在教会的每一个人同在，让他们每天每一刻都能够感觉到你的爱，请你批准我们能够做你救赎使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以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